塔克上赛季非常强硬。北京时间8月22日，据美媒体报道，休斯顿火箭队大前锋 PJ 塔克将他的球衣号码重新变成了17号。去年夏天，塔克和火箭队签了一份4年3200万美元的合同。此前在太阳队，塔克身穿17号球衣，但是加盟火箭队之后，塔克改穿4号球衣。今天火箭队宣布塔克在下赛季将重新穿回17号球衣。自从加盟火箭队之后，塔克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，而且他成功取代安德森，并成为火箭队的首发大前锋。上赛季塔克代表火箭队打满82场常规赛，场均得到 6.1 分和 5.6 个篮板，三分命中率为 37.1%。